贾玲终于要圆梦了。我是刘德华的夫人。如果让您给贾玲在《拆弹专家二》里安排一个角色，您觉得她适合演什么？贾玲，你可以演我夫人，演我夫人。贾玲和金华是。我问你刘德华还来吗？我就问你刘德华还来不来？他特别喜欢刘德华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在他面前不能叫刘德华，那叫啥呢？姐夫。咱们就差见面和领证了，见面和领证。